我的主人说，明天就知道我是蔬菜还是水果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觉得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？水果。蔬菜。你确定吗？不能改哦。送你一颗番茄，谢谢你。好，水果在右边，快快快。蔬菜在左边。我其实不想让游戏结束。1、2、3、4、6，因为我喜欢看他微笑，因为微笑，所以大家都拒绝不了他的发问。不要急，你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？明天再告诉你吧。Tomato， 我喜欢和我的 Tomato March 玩游戏。